大嫂，音乐，怎么了？和你大哥吵架了，我带小咪出来了。你别动啊，就在酒店门口等我，我现在过去接你们。这套房子呢，原来是户主的婚房啊，一直是自己住，从来呀也没有出租过，保养得非常的好，去年才装的电暖气跟中央空调，老年人住啊肯定会很舒适的。爸，我觉得这套房子采光不错。嗯，这套房子采光好。对，这是咱们小区啊少有的全民格局啊，南北通透。这个主卧有一个大采光多好啊！啊，您过来看看啊。对，啊，大叔没事的时候啊，可以在这儿多晒晒太阳。您看这视线多好。哦，哎，这附近的配套设施怎么样？这个您放心，咱们小区啊背靠苏州公园。啊，出门就是公交站，离地铁一号线、四号线也都不远。哦。哎呀，爸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这是，这地还挺平的啊。啊。哎呀，人家刚才说了这么多，你没听啊？哎呀，这房子是我挑的。周围这环境我早就检查过了，你看房嘛就得专业点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得像我这样。大叔，您这手法够专业的。那这套房子现在多少钱啊？现在报价是500万。哎，这套房子我还是蛮喜欢的。啊，不瞒您说呢，这套房子啊，咱家已经同时看上了。您要是有意向的话，先交10000块钱的意向金，让这个户主知道咱们的诚意。至于价格嘛，到时候跟户主坐下谈，我估计啊还有余地。这套房子你得赶紧下手啊，要不就没了吧。那行，那就这套了。不过我今天没带钱包，这样我一会儿回去拿一趟。爸，咱晚点交定金啊。好，来给我搁这个。哎，这样呢。